摇啊摇，台湾人一年可以摇出超过10亿杯手摇饮商机，直到2020年，直营连锁加盟全部加总开出超过20000家，从原先纯粹喝茶到后来出现加料混搭，珍珠鲜桃是布丁啊，野果比较有 Q 类嚼劲的，那个都不错。手摇饮的珍珠或野果，此刻看来都只是基本款标配，后来进化到柳丁冻、杏仁冻或者绿茶冻，饕客口腹之欲各取所需，就是因为这样，饮料店得更卖力探出头来赢得青睐。饮料店看板不止大，还要醒目。号称手摇饮店的一级战区云林虎尾中正路，短短1.38公里就开了15家店。一定会下吗？当然是会有好有坏啊，是平均的话，就是大约都是这些。脸书云林县的饮料店分布图，小编不止锁定虎尾中山路，更往两侧街廓延伸，盘点出65家饮料店，笑称虎尾镇更名为饮料镇。不过69平方公里的虎尾镇，有乡民指出，全镇有77家饮料店，开发率很高，尤其在虎哥大附近，超级高的。虎尾中山路平均不到100公尺就有一家饮料店，堪称饮品一级战区。不只要有服务与品质，还得兼顾新鲜感。茶企标注在战区里的经营者想立足，谈何容易？三立新闻廖宇德云林报道。